口喊破脏过去的打滚影片大曝光。2006年，周玉蔻代表台林党选台北市长，但最后绿营喊出弃周玉蔻保谢长廷，周玉蔻带人踢馆竞选总部。周玉蔻丑态百出，又哭又滚，还没完，当时的狠话这么说。看到周玉蔻过去战绩，网友说原来周玉蔻之前就这么疯，现在哭哭又算什么？如今周玉蔻乱爆绯闻，连台中补选言论不实， NCC 都拖9个月才罚，民众痛骂这种媒体人不能放过。周玉蔻要送管信自评专案，他在电视一天到晚胡闹，政府没有办法，台湾没有政府吗？ NCC 是不是这个单位要撤掉？我花那么多钱请他们干嘛？有没有在监督？教坏小孩，大家每天不安宁，大家都被电视搞得要神经病了。媒体支持周玉蔻吼，我告诉你，他道歉没有完事，要送自评专了，你流氓！周玉蔻闹剧冲击选情，柯文哲嘲讽陈时中想切割已经没用。唉，好了好了。好，这都、就是哦，现在要装不熟来不及了，你看。啊，我倒觉得这样啦哦，以前就一再跟你们讲哦，用网军跟名嘴治国，一定会遭到报应啊，那你们就不信了，现在就是报应的日子了嘛。各界炮轰周玉蔻，除了陈时中，你要注意自己的口德了哈，因为口德也代表自己的一个品德。此话一出，网友炸锅炮轰周玉蔻抹红瓷器，诬赖别人滚床单时，陈时中怎么不拿口德来说？你陈时中一声不吭，你有德吗？那你是什么玩意儿？你不但是失德、缺德又没道德，就是证明你们果然是一丘之貉，同一个货色。可是陈时中还出来帮周玉蔻秀秀，那我觉得周玉蔻你值得了啦。陈时中真的很力挺你啊。周玉蔻能骂能滚又能哭，简直抢尽陈时中所有风头。记者林信宪、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。我是张妹子，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，与时俱进，所有最新消息热门话题都在中视。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。